好了，开始拍了。然后四只已经做好，要做两组，因为到时候有3吨的吸擎缸要放。然后这只我打算这样子切，然后这边肉留着，然后直接放上去，这样就不用再切那个背盖了。我刚才吃好饱了，还好我今天都没有什么吃。我也都那个肠子都空空的，不然被老婆害到吃4碗饭。哦，还有我肠子是空空的，不然真的是会受不了。马上吃饱了，马上去拉肚子。还好啦，赶快拼一下，不然小工作一堆，人家还哇，礼拜一还要去水头那边工作，然后晚上回来要继续做这些，要不然跨年了，要不跨年那天。跨年隔天早上我就要大料就进场了。跨年那天要跑半马，跑完没有睡几个小时，大料又要进场，又要协助吊，要吊车。礼拜一汇完款过后，那个总共吸擎缸有3吨重，3吨多啦，然后3吨3000公斤又100多公斤，沙桶啊，那时候这边会堆满满的。哦，架子不敢来做，你看，我架子不敢来做，这些架子没办法放这么重，沙桶欸，沙桶很重欸，3吨重很重欸，哎呀，所以刚才吃完饭马上要回来，有一点想说哦，不然受不了，想睡觉，结果想想哎，还可以，那个消化进去了，赶快来做事，等一下晚上就不用再吃宵夜了，哦，我觉得。我刚才胃真的好撑哦，现在比较不会了。然后晚上湿气很重，哦，那湿气真的很重哎。我现在灯哦不想挂在那个下面了，太刺眼了。里面那一堆水了，你看，这些水了，晚上湿气太重了。哦，你看我的手套都湿掉了，哎，我懂。然后也顺便拍记录了，我过去拍有拍啦，然后晚上荡荡，就是湿气重嘛，然后荡荡没有什么风啊，要很冷的时候的前兆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现在几乎每天都要做了，真的是累垮了，我就休息了。然后明天礼拜天嘛，我会这样做，然后礼拜一要去工地弄一弄，晚上要继续加班，白天去做一做，晚上回来继续加班做这些。哎呀，做到我觉得身体不堪了，我就休息了，大致上这样子。然后这也是要慢慢完成的，OK，好了，等下切，OK，等下晚上来焊接，OK，拜拜，就这样子，OK，拍到这边了，拜拜。